白雪公主，格林童话。从前，在一座皇宫里，有一位温柔又美丽的皇后。皇后生了一个好可爱的小女孩，小女孩的皮肤像雪一样白，所以大家都叫她白雪公主。不久，皇后生了很严重的病，留下白雪公主去世了。国王又娶了一位皇后，这位皇后长得很美，但是她不喜欢有人比她更漂亮。皇后有一面魔镜，会说出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皇后时常问魔镜，镜子啊，快告诉我，在这个世界里最漂亮的人是谁？魔镜回答，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就是皇后您啊。白雪公主过了七岁生日以后，有一天皇后又问魔镜，镜子啊，快告诉我，在这个世界里最漂亮的人是谁？不料魔镜却回答说，是一位可爱的女孩，就是那位整天在城堡里快快乐乐的又温柔又美丽的白雪公主。皇后听了非常生气，她立刻召来最信任的部下，快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里去杀死她。什么？要杀白雪公主？那她多可怜呐！这是命令，如果你不听话，我马上砍你的头。这位部下是个猎人，他带着白雪公主到森林最深的地方，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杀害白雪公主。猎人对白雪公主说，公主，你赶快逃走吧，我受命令要杀害你，不过我不愿意这么做，我会杀死一只鹿，把它的心脏冒充是公主的心脏交给皇后。在阴暗的森林里，只剩下白雪公主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怎么办呢？要到哪儿去呢？白雪公主好难过啊，不禁轻声地哭泣。这时候跑来两只兔子，他们对白雪公主说，白雪公主，不要哭，我们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就是七矮人的家，他们是七个兄弟，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呢。兔子带着白雪公主来到一幢房屋前面，白雪公主，现在七位矮人都到山上挖金矿去了，没有人在家，你可以先进去休息。是吗？真谢谢你们。白雪公主轻轻地推开门，走进屋子里，看见七张小床并排着，她好累呀，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不久，七位矮人回到家里，七位矮人大吃一惊，有个女孩在睡觉里，睡在我的床上，她被人赶出来了吗？要不要叫醒她？还是让她睡吧。这时候，白雪公主突然醒过来，你们一定是七位矮人吧？是啊，你是谁呢？为什么跑到我们的家里来？我就是皇宫里的白雪公主。什么？你是白雪公主？那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到森林里来呢？
于是白雪公主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七位矮人。多么可怜啊，白雪公主，如果你愿意就住在这儿，大家都欢迎你。谢谢你们，白雪公主高兴地说。不过白雪公主，一位矮人说，现在这位皇后是巫婆变的，她还有一面魔镜，我想她迟早会发现你住在这里。另外一位矮人也开口说，对呀，我们七个人在家的时候倒不要紧，但是白天我们到山上工作时，白雪公主啊，你千万要小心，不能随便开门。对对对，皇后心很坏，要多注意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七位小矮人口口声声地说，我知道啦，除了你们七个，谁敲门我都不会让他们进来的。就这样，白雪公主过着快乐的生活，她好像成了七矮人的小妈妈，很勤快地做家事，而矮人们也非常疼爱白雪公主。哇，好香的浓汤，白雪公主做的菜真是好吃极了。每当大家快乐的用餐时，七位矮人总是高高兴兴的边吃边赞美着。这一天，皇后又问魔镜说，栗子啊，快告诉我，在这个世界里最漂亮的人是谁？是住在森林里七矮人家那位温柔美丽的白雪公主。听到魔镜的回答，皇后气得脸色发白，手不停地发抖。什么？那个孩子还活着吗？可恶的猎人居然不听我的命令，放走了白雪公主，还有讨厌的七矮人竟藏了白雪公主。看吧，这一回我自己去，我要打扮成一位卖东西的女人，一定叫白雪公主活不成。皇后的眼睛闪出绿色凶恶的光芒。第二天早上，七位矮人到山上去工作，家里只剩下白雪公主一个人。这时候，一个老婆婆在外面敲门，不用说，就是那个狠心的皇后。有人在家吗？要不要买东西？白雪公主打开了窗户，往外瞧。刚好白雪公主想买一条丝带，她看老婆婆的样子很和气，打开门请老婆婆进来。老婆婆一进门就拿着丝带，很快地勒住白雪公主的脖子，越勒越紧。她看见白雪公主躺下去一动也不动，她才放手逃出森林。七位矮人回到家时，看见白雪公主躺在地上，吓了一大跳，七手八脚地赶快救她。好不容易，白雪公主才渐渐地醒过来。白雪公主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一个看起来很和气的老婆婆。这个老婆婆一定是皇后化妆的，我们不是告诉过你，不管是谁都不能让她进来的吗？皇后亲手杀死了白雪公主，非常满意地回到皇宫里。
他心里想，唉，现在世界上可没有人比我漂亮了。他又问魔镜，没有想到魔镜却回答，在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住在森林里的白雪公主。皇后听了气得跳起来，可恶的矮人故意惹我生气。接着皇后又装成巫婆的模样开始制造毒药，她把毒药涂在梳子上，打算要害白雪公主。当白雪公主到小屋外去提水的时候，皇后趁机用有毒的梳子插在白雪公主的头发上，可是这一次矮人们又救了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，你醒来了，说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当我去提水的时候。白雪公主说出经过，矮人们听了个个都气得不得了。皇后的心太坏了，以后要更小心。巫婆皇后正在唱歌，白雪公主啊，我不再失手了，你看看我用毒蛇的脚、鼹鼠的眼睛、蛤蟆的尾巴还有蜥蜴的翅膀做成很毒很毒的毒药，我把这种毒药涂在苹果上，只要你咬一口就完了。皇后装扮成一个乡下妇人来到森林，乡下妇人来到七矮人家的窗口，向里面的白雪公主说，我在森林里迷了路，好累呀，能不能让我进来坐一坐。心地善良的白雪公主觉得她好可怜，不但开门请她进来，还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浓汤给她喝。谢谢你，小姑娘，你心真好，我送你一个苹果，表示我内心的感谢。皇后假扮的乡下妇人拿出了毒苹果，白雪公主拿着苹果咬了一口，马上倒在地上。七位矮人悲伤地哭泣，将白雪公主放在玻璃棺材里，再把棺材放在一个大岩石上面。从那时候开始，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白雪公主躺在玻璃棺材里，一直长睡不醒。有一天，一位邻国的王子发现了睡在玻璃棺材里的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真是太漂亮了，王子想把玻璃棺材搬回自己的城堡，他叫部下们动手去抬。当王子的部下正在搬运玻璃棺材时，有个部下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哎呀，糟了！玻璃棺材掉在地上，稀里哗啦地摔坏了，而白雪公主咬下去的那口毒苹果也从她的喉咙里跳出来。突然，白雪公主睁开了眼睛，醒来了。王子高兴地说，白雪公主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想请你做我的新娘子。于是白雪公主和王子准备要结婚了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最高兴的就是七矮人。白雪公主不但醒来了，而且还要和王子结婚，真是太棒了。不久，在王子的皇宫里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，白雪公主和王子过着快乐的日子。但是
那个坏心的皇后并不知道这个消息，她又问魔镜：镜子啊，听说邻国的王子娶了一个新娘，我比她还漂亮吧？谁知道魔镜却回答：那就是白雪公主，是你一直想杀害的白雪公主。什么？皇后好生气，把魔镜打破了。后来听说她被关在监牢里，一直到她死去。